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路边的一个女婴给他们带来欢乐，但同时也带来了痛苦。小时候她皮肤很黄，我们以为她营养不良，但是一岁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黄黄油是地中海贫血。想要养女活下去，只能找到她的亲生父母。如果不骨髓移植的话，她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今天来希望找到黄黄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能够把病给他治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反正有请。你好。你好。弟弟一头的白发，你找谁？找我孩子的父母亲。孩子的父母亲？嗯。那你不是他的父亲？我是他的养父。你是他的养父？多大时候养的他？大概就是3个多月吧。在哪时候养的？在医院。孩子是什么情况？孩子现在有病。你捡他的时候知道他有病吗？捡他的时候有3个月大。有病，发现有病的时候都大概差不多1岁多的时候了。什么病啊？这个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哦，男孩女孩？小女孩。小女孩。她主要是现在是输血，她不骨髓移植的话，她只能存活到学龄前。怎么发现孩子有病了？她的皮肤一直很黄。很黄。很黄，对。当时在我们的那个医院检查的时候都怀疑是这种病。在我们那个县医院，市里面一个卫生院啊，我们说去检查一下。通过他检查也找到一个很老很老一个老人家看的，他说你孩子没病，一直当贫血治。他治了差不多1岁多的时候，感觉是越来越黄。然后到大医院里面一查，他这个血色素当时只有50几，血色素正常的是120好像，100至103。对。你们自己有孩子吗？有了欢欢过后才有诺诺的。有了他之后才有了。对。为救这个孩子你们现在花了不少钱吧？钱不是问题，钱没有可以挣，但是孩子太辛苦了。特别是2岁多的那一次，他发烧特别厉害，人都烧糊涂了，失去知觉的感觉。然后送到我们当地的医院，就住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面。医生告诉我们，你的孩子保不住了，有可能要走。但是我们没放弃，我们说你给我们抢救。我们在ICU 门口等到12点多钟了，医生叫我们回去。如果有什么电脑，我们通知你。第二天的时候，医院的电话打来了。当时我们的感觉，这个怎么，孩子今天肯定走了。那感觉都是天都塌下来了，感觉。然后接通电话的时候，医院的告诉我们，就带上奶粉和药不是过来。我们到医院的时候，欢欢已经清醒了。这是第二天的下午，他看我们的眼神就是，看到我们的眼神就是，偷偷的看我们，看到我们就是一直哭，一直哭。欢欢很聪明。对。他说：“爸爸妈妈，没必要我了吗？”真的，欢欢很懂事。
特别是那个铁超标，它有这个地种还贫血，还不是铁要超标，当时铁达到了差不多4000了。如果去铁的话，就用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去铁胺，用一次输去铁胺要输8个小时，而且都是在输血过后输。他那个有这种病的小孩，那个血管啊，他血管很细，很细很细。他的血管不像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血管是够用手够摸。他的头追完了，脖子也追过了，没有到地方输血了，输的是哪里？小拇指，还有脚趾，很心疼看他。老大在医院，小的谁看着？小的是他奶奶。奶奶看着。他爷爷，对。奶奶爷爷看着。对。你们就都在欢欢身上。对。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多长时间了？基本上一直到现在都是。嗯。欢欢，乐乐，我们说乐乐喊爸爸，他怎么讲？那别人讲我不是你的孩子，我是婆婆的，我是爷爷的，不是你的孩子。我感觉很亏欠的人。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说起这么一个养孩子，说如果没有了，天就塌了。你靠近他，你知道哪来的感情？你会1000个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呢，他作为一个父亲，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能爱别人丢弃的孩子，甚至当这个孩子已经走到如此严重的一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坚持下去的状态，其实挺不容易。你老婆也来了是吧？我们请妈妈上场来。来，妈妈坐这儿。李婷老师好。你好。真由衷地说，欢欢的妈妈很伟大，辛苦了。这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是这样，都会这样做的。对。他现在就是多长时间上一次医院？现在一个月，现在是上2次。就在你们当地医院吗？对，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到华西医院去的。哦。孩子平常觉得痛苦吗？平常倒是没什么痛苦的，但是如果不输血的话，就是浑身没劲。在吃的方面有特别的吗？苹果不吃。苹果不吃。这些都是含铁的。啊，他还有那个鸡蛋黄也不能吃的，反正含铁的我们都没给他吃。毕竟他这个病输了血以后，那个铁本来就高，吃了这些东西会更加增加他的铁含量嘛。这一家子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孩子当时检是在哪个医院，什么位置检的，是在具体时间知道吗？就是2010年的时候，五月底6月初的时候，在广安人民医院门口。医院大门口。对。用被子包着。是一个被，我们那边的背小孩的背兜装着的。咱们中国社会福利院圆梦基金准备先资助他5万块钱，将用于县看病，争取给这孩子发起一个全国性的募款。是这样，观众朋友，今天啊，欢欢乐乐啊来到现场了。我们没有告诉他，因为他这么小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儿。我们就说请他到电视台来给叔叔阿姨唱歌跳舞，然后咱们一会儿把他们叫上来之后，咱就热烈的鼓掌，然后让他们给我们唱歌跳个舞，然后我们再把大门打开，好不好啊？好，那请欢欢和乐乐上来吧。来，孩子请，两个漂亮的孩子，来，欢欢和乐乐。先告诉我们，穿红鞋的是欢欢吗？这是乐乐。乐乐啊，欢欢是这个。姐，听说你们唱歌跳舞都特别棒。奶奶好。给我们的叔叔阿姨唱个歌跳个舞好不好？好不好，欢欢乐乐？好啊。唱。滴答滴答，已经晚上10点了。
不回家，我跟哥跟哥好想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已经要梦想了，爸爸公你回家，我敢梦过那个人咔。好，我们走向希望之门。今天来希望找到欢欢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如果我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准备好了吧孩子？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会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两个什么人物啊？欢欢，乐乐，你认识我吗？你认识我吗？把幸运给孩子好吗？欢欢，好不好？真好。啊，这是舒东叔叔。舒东叔叔告诉我们，前方有好消息吗？没找到，我们还在努力。好，我们还在努力。要不要熊大熊二抱抱，好不好？来，熊大熊二抱抱吧。来，熊二抱乐乐。来，抱一抱。宝贝儿，哎，宝贝儿，哎呦，真好，真乖。好，我们到那边去坐，好不好？好，来，来这儿。真乖，走。啊，抱着乐乐的这个叔叔是谁？给我们介绍一下。来，我们坐下。这个其实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跟我一块儿扮熊出没两只熊的这个叔叔呢，是我们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的曹叔叔。曹叔叔也非常关心你欢欢啊。曹叔叔说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他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小欢欢，好不好？我们不是需要，我们是很需要。主任你看我们能尽快的能挪到北京，是不是他这个病情就相对的会好一些？这孩子呢，就是说现在看的还是有一个典型的这个地中海贫血的一个面容，根治的办法呢就是说可能要骨髓配型，骨髓配型，把这个配型发到中华骨髓库网站，他就可以做这个骨髓的配型，寻找供者啊，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气血的一些筛查，也可以找相合的一些气血，啊，应该说还是很有希望能找到这个相合的供。这个你们医院就可以帮助做吧？我们医院可以帮助做。好，那你们帮助做，我们就放心了。谢谢。好，最快的速度帮助做。尽快。现在我们热烈的把他们送上希望和幸福之门，请。虽然欢欢的亲生父母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寻找符合条件的供者，募集善款，希望欢欢和乐乐能在这对夫妇的呵护下茁壮成长。